坤坤好，我你是好。川岛少女，因为其实我已经过了少女的年纪，我是一个已婚妈妈粉。好酷哦，好酷，对，然后，但是因为喜欢你，然后让我找到了一颗少女心，所以我叫川岛少女。蔡徐坤谢让谢。大家都变少女对，了。然后我想对坤坤说，就是，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努力，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歌。就像我刚才在卡片上写的，不管多久，只要你还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会无条件的为你鼓掌。那我也要说，只要台下有一个 icon，我就一定会唱。好，我真的很感动，看到你们的相爱。那但是接下来呢，不是只有相爱能解决了，接下来我们要用一点机智反应了。我们这个游戏就是昆，你跟这个上台的五位，每一位呢组成一对，然后你觉得 OK，是你要比的，还是要用猜呢？看他们选。第一位，来，这位，请问，看我你吗？来决定，对。那我先猜一轮好了。好，那词库，那词库啊，饭圈用语，饭圈用语，饭圈用语。哇，等这一下，我很需难要码哎。表。我们每一队都计时一分钟，因为昨天我们觉得玩得太少了，所以今天呢特别加时，好吗？好，那你可能得往这边移2步，对，让坤可以看到你的表演。坤应该不会偷看，不需要嘛，哈。我不会偷看，我不会偷好看。的，好，我们一分钟计时开始。你前几天在国外的时候，在海边给我们寄回来明信三个片，字。好，要加快速度，来，第二个。很服，手服。答对，接下来。他们也有拿两个灯字，牌，灯对，牌。答对。大家在网上夸你的时候，有一个名称叫。三个字，三个字，雨过了以后，大天宝上，贝，雨后天上会出现，雨后天上会出现什么？彩虹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字，屁，我们所有艾坤和你一起走，花路，答对，时间到，好，时间到，来一分钟的时间，请问第一组答对了几题？刚刚5题，好哇，好厉害哦！掌声鼓励。接下来李牧，请出列。李牧先吗？啊，你先。好，李牧来，那你要猜还是比？你选吧。我选比动物吧。你比好，动物，他要比哇，这给个你看。跟你说难度很大的，要丢掉偶像包袱的，我跟你说。加油，来吧。好的，我们一分钟动物词库计时开始。完全没包袱。什么？这动物？两个字，两个。爬在。树懒。哎，答对，下一题。老虎。答对。国宝。熊猫。答对。长颈鹿。答对。好厉害。企鹅。答对。兔子。呜呼，答对。还有三十小秒，兔他子太厉害！啊，哇，哎，你转什过么？来等一面下，对镜头鸵一鸟下。啊，公鸡啊，猫头鹰，答对，好聪明，还有10秒。猩猩，第一个完了，你字，要把题用完了。第一个字，他说猩猩还少了一个字，大猩猩。答对，时间到，哎，你先太把厉题用完害了。了。哇，我们看一下第二位，你答对了8题耶！哎，这个动物选得好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想不想看蔡徐坤表演动物？你有没有刚刚猜出来的？你其实想表演的，比如说表演什么？猫头鹰吗？还是猫头鹰。树懒？我表演企鹅。企鹅。哎，我跟你说。企鹅，你一个人表演不好玩，我们要一对一企排鹅。表演，来，跟在我后面，跟在我后面，我们跟着他一辈，要一模一样哦，
预备开始。谢谢。好玩吗？好，这段珍贵的视频大概自个儿留着啊。好，来，这个帮我，好的，这个已经。现在来分享会都要上形体课了哈。接下来第三位，请出列来，我们的摄影粉，你要比还是要猜？比是吧？他们都很信任我，让我猜。但是我跟你说，你们最好测一点，要不然刚刚好可惜哦，李牧就测，我说测这样子，哎，这样才会看到啊、嗯。好，那你要坤是吗？好，一分钟哦，坤的词库计时开始。Yo yo yo，check it out，check it out。酷啊 ，swag。英文。啊，巴比伦是什么类的？什么类的歌曲？巴比伦。等一下，时间定格了。可以跳下一题，跳下一题。下一题。来，巴比伦里面的一句歌词。四个字。单枪匹马。答对。加油。三个字。大奎跟小奎。大奎小奎啊。三个字。什么？就是很可盐可甜，就是一会儿很帅，一会儿很萌。百变啊，变化。什么？下一题。下一题。来。好难哦。喂。对。喂，是你第几个孩子？为什么？是你第几个孩子？第五哦，五阿哥，帅的没了，没时间到了、啊、哎，怎么答自己的题这么难？不是因为台下很激动哦，所以但是没关系，因为呢这个他有他的形容，这是重点在好玩嘛，对不对啊、哦？基本你看我都给你算了，算他对两题好不好？知道两果然就是两题，因为他直接都把答案这样，哎，那个题是。第几个儿子？有人这样玩的吗？你把答案念出来，让他复述一遍好了。好，接下来下一位，请出列。下一位，来站。你要比还是要让他比？喂。我觉得艾坤们都想要看坤坤比划，所以我就猜好了。来吧。好，坤记得站斜侧一点。对，好。也可以面对大家比。好，你要什么词库？那我比一下我自己好了，我试一下。坤是吗？对，我看看为什么这么难，来吧。好，计时一分钟，坤的词库开始。啊，就是今天是大奎，昨天是小奎。好，答对。我是小狮子。整个名字。狮子座。Yeah, 答对。啊，就是我是一个原创的。哎，你们不要抢答嘛！好，交给他来，再一次，我是一个原唱。哎，答对。对，就是平时我照顾你们的时候就很有什么？男友力。答对。接下来。你们最喜欢我发什么样的微博？九宫格。OK。答对。啊，我很喜欢，我是一个很喜欢吃货吗？啊，答对。接下来。读一下。一，答对。好，我叫什么？我叫什么名？坤坤。啊，全名。蔡徐坤。OK。答对。啊，这个是吧？刚刚这个。对，刚刚就这个。就是你听《You Can Be My Girlfriend》里面有什么？就是很快的，不啦。Rap。对，我是一个什么？OK。好，对答对，时间到。OK。来，我们看看这一组由坤自己比的七个答对了七题，非常棒。哎，我发现你们要让他比耶，因为他比到激动的时候就一直往前走，一直走到你面前，对不对？超激动，那你要让他好，我比。坤记得还是要留一点面给那边。好啊。你要哪个词库？
我来玩那个，玩什么？饭圈用语是不是？好，来一下饭圈用语。饭圈用语一分钟计时开始。你看这么多的什么？那个写的坤哥的那个，对。答对。哎，刚刚我说就是你们很喜欢夸我的是什么？彩虹屁。对，答对。哎，我们一起走花路。完了，他太厉害了，来下一个。哇，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爱你爱到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四个英文字母。四个字啊，简写啊，还要用简写，你知道吗？真情实感。对。答对，好，接下来。这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平时拍照啊？就是你走在路上，他们给你拍照叫什么？啊不对，下一个啊，平时发微博就是什么？你每天给蔡老师干嘛？他每天都要发自拍，是给你们交作业。好，这个勉强算过。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位得到的分数是几题？五题，所以刚刚第二位获胜，胜出。是李牧是吗？来往前一步。谢谢。好，但是我坤应该很好奇刚刚那个路透是什么，对吧？不是吗？路透不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问一下这位。问一下木木。就是上下班的照片啊。上下班的照片也不是。那我们再问一下其他的。来坤。不是，来这位丈母娘。对，丈母娘，我女儿很喜欢坤，就是我是因为我女儿才粉。对，我就请你解释一下路透。啊，路透图。对，就是坤刚才说的，他说啊，你在路上有人给你拍照片，其实他说的是他自己，因为他是个 idol， 是一个我们指的路透图是别人给他拍，比如他正在拍广告或什么的，然后别人去拍到他，经过的人拍到，对，别人拍到的他，这个意思吗？对。哦，学到了吧，桃子姐，学到了，对，那就是他在拍的时候，然后路人拍到他，路透，对，这叫路透图，路人拍到，对，一定要是路人拍到，对，懂了，谢谢丈母娘，我跟你说，今天只有一位优胜者，他要对着他深情的清唱，李牧，深情的清唱，这个福利让大家一起共享。对，我们会一起共享。你站在 C 位啊，丈母娘因为有帮忙，你可以站在 D 位啊。你就自己看他一下，后面吃瓜群众，你们不能超过这条线，但你们可以自己路透，一直路透，好不好？这样可以吗 ？OK， 好，有请我们的坤来对着他们唱歌。你想听什么？这样吧，我还没有唱过 Pulled Up， 好吗？唱 Pulled Up， 好吗？我要唱喽。Pulled Up, eh? It's nothing again, and feeling the pain. Pulled Up, it's nothing again, and feeling the pain. 怎么重复了一句呢？算了，重复了就重复了。好，可以。好，掌声鼓励，呜呼！怎么样，李牧近距离的感觉，而且他是你知道，专门对着你唱的。我很感动。很感动。对，这应该是首秀，对，是首秀。好，都你们都有听到对不对？没有啊。音响坏了吗？他们没听到，所以要对着你们再唱一句吗？好，可以吗？好，那我唱一下 verse 好了。Did I think I'd be here? Lost my way, but can you help me? Words are always so clear. Down your shoulder, I'm trying to break free. I've been losing my mind.I've been drifting down, down, down. I can't sleep at night. Been going around, round, round. Woo! 好好听。
来，这几位已经得到这个此生最珍贵的画面了，谢谢你们。来，也请回到你们的座位，谢谢。谢谢。